是谁？怀疑他。对。他们不在一起，他在学的是哪个学校？啊？不在一起。怀疑是不是一个学校还是干嘛？不是跟杨宁一个学校。啊，这样子。最好。这个老婆的儿子，他爸是那个老婆的儿子，这样子啊，是一个世家，哦，也姓刘，刘小波刘家，那时候做什么呀？也是做电工嘛，他说月入过万的，经常说，有这么夸张？艺术什么？我老
是以后想一下见不出去了吗？嫁了呗。你这个天天穷，这嫁了就穷了吗？嫁个有钱，多有钱啊！他有一万也不给你一块了。哎，那个幺八几那个，毕业就嫁人了，在家当幺八了。谁呀、啊、谁呀、啊？幺八几的那个李雪萍，邓思琪，机电班的班长。是吗？一毕业就叫人了，然后就是生孩子，这些孩子都两三岁了，都算什么？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，别人生完孩子再读。生完孩子。对啊。对啊，现在很多都是直接带小孩去拿毕业证了。觉得人家冯老师说的对，就几斤几两啊，人家那些专。
非机动车。